启奏大王是三公主的保姆啊，你们想造反呢？启奏大王，我进宫已经有40年了，三位公主都是我带大的，我求求你，你是万乘之体，千万不要再追赶三公主了。大王，老畜生，快说鸟山他在什么地方？有求大王，三公主是你的亲骨肉，那些俘虏也都是些可怜人，你就放他们一条生路，让他们回家去吧。我求求你了，大王，我求求你啊！我求求你，大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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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好，这是自作孽不可活呀！